说啊，适当的运动啊，对乳腺增生肯定是有好处的啊。比如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瑜伽啊、慢跑啊、扩胸运动啊，它对乳腺这个增生啊，都是很有帮助的，可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，提高他的免疫力，增强他的抵抗力啊，增强他的抗病能力啊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。我们说啊，不管什么运动啊，对人体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经常猫在家里啊，经常多出去走走，多看一看这个大自然，